20日，减肥成功的安心亚一袭蓝白小洋装出席活动，并大秀美腿，代言腿部按摩机。最近瘦身大有成效，使得她越来越满意自己的身形。虽然距离目标还是有一点差距，不过目前正积极努力瘦身中。最近人鱼线风潮席卷台湾，安心亚更是表示，不管人鱼线还是事业线，都要力争做到最好。我现在就是在练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事业线有分上面跟下面，所以我现在在练下面的事业线，就是希望上下都可以有事业线，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好。除了人鱼线，演艺圈最近也开始流行男星反串成女生。最近林志颖在微博上传自己反串的照片，效果十足，大受粉丝欢迎，也给了他宅男女神的称号。看到小智的照片，身为正牌宅男女神的安心亚直呼压力好大。这样对我来说压力很大，就男生也可以这么可爱啊。对啊，而且他感觉就比较瘦。对，我这样子会对我来说可以再，就是我会想要再继续再加油一点。当天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，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，明星们也通过各个渠道表达了自己的心情，安心亚也不例外的希望所有人一切平安。就希望就是可以不要再有灾难发生了，因为每次只要有一个灾难发生，大家心情也都就是不会太好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安这样子。